年机器人团队，北京科技大学竞技机器人团队是以竞赛机器人设计制作为研究方向的科技团队，于2014年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大学生小平科技创新团队的光荣称号。经过多年发展 ，MEI 竞技机器人团队不仅积累了一系列技术参赛经验，也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为了备战此次比赛 ，MEI 团队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经历了近10个月的日日夜夜，制作出两辆基于视觉的自动机器人。虽然单排击球卷简单有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赛事，勇创辉煌。